形势危急，关羽来势凶猛，大王要亲征。那中郎将是否随行？子桓留守邺城，我和子建从征。大王还是舍不得平原好啊。大王让中郎将留守邺城是天大的好事，邺城乃魏国根基，大王只是信任中郎将。 自古诸侯亲征，太子监国，恭喜中郎将。可是这次，父王要你随征，而且还改了你的官职，命你为行军司马，从这刻起，你便不再是我的属臣了。可是钟达从未参与军政，为何大王要让他从军呢？臣自打追随中郎将，性命 就是中郎将的，到死都是。臣乃魏国之臣，大王无论让臣做什么，臣都应恪尽职守。可我想把你留在自己身边，如若能这样，我便向父王再争一争。万万不可，中郎将一定要守好邺城，守住邺城就等于守住了太子位。臣在军营，一定随机应变。子丹， 这一仗无论输赢，都替我保护钟达。活着回来。